重点就是我们的东西都被洗白了。对啊，然后仓库变两倍大。我只有垃圾枪哎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你这里不能空投吗？先去那个先上轨道再说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去买个无敌箱先？啊？你没钱啊？我是不是先弄个火焰枪、无敌弹药？没关系，我带你走。这边走吗？对啊，走这条路不是吗？这条路会先到那个百货公司吧，我记得。因为我习惯走公路啦。这条不是公路吗？这条不是公路啊。哦，这条是那个小。那条公路更漂亮。是的，没错，这条是那个百货公司的那条路啊。我都开车去那条。拜托，你现在1.16也开不了车了。而且我才40块。对，你还40块。你没包包。17块啊，为什么一开始15块？我刚刚打了很多只僵尸啊，好，在这边，你看这边应该可以开箱的吧？刚刚僵尸，看来我也要开一些箱子才行的，看看啊，我拿些便宜的空投吧。我拿到车了，我呼叫一个空投，其实也不用呼叫啊，真是的，有必要吗？谁啊？给我放奇怪东西进去。然后现在就留在这边了，我不管他。不要啊，三级亏。三级亏，其实我不怕吧，应该吧。真的吗？我要丢三级亏，三级亏呢？一定不要。我放同一个箱子。好哦。我看看又有一个什么一级装，好棒哦！可以拿去开。我拿一支 P90。什么？哦，你开高级箱，难怪。我开两个箱啊，一个中级，一个普通。你拿火焰枪更好啊。我是开那个史诗最高级的箱才有的。我没有那个箱。哦，你投票点数不够开最高级的啊？还是最高级都开过了？啊、最高级的我已经开过了，可是有示范给你看。那之后都没有再管那个。哦，好多散弹枪啊。欸，所以那个根据地该不会都刷新了吧？吉他？对啊。那是啥鬼？我拿给你看，你看，给你玩玩看。我觉得你很适合，你这个造型很适合拿吉他欸。吉他什么鬼啊？攻击第四哦，有点好笑欸。Guitar， 他名字就是 Guitar。他可以猜吗？你先看再看他是什么。可以啊，他是金属啊 ，Metal 啊，应该是吧。欸，不能猜。欸，这好帅，你要不要留着当装饰品就好了？这有什么好帅的？欸，你看，你看 RPG。欸，我丢不出去。RPG 比较帅。RPG， 好吧，那我直接打给你看一看吧。嗯。我打了，我打这只。你要打这只？欸，我死了欸。What the fuck？ 我被你杀了。你帮我把包捡了。RPG 会杀人。我自己也残血了。我人在哪？我在18，救命！把我 TP 过去，我要打躲。好 ，OK， 差不多。全部都拿一拿。包包塞爆了啦。好吧，那就把不要的留在那边、反正你可以开箱。我找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我要躲起来才行，不然我被揍。RPG 可以杀玩家、啊，我的天啊！啊，我的传说的亏是不是没了？盔甲在哦，盔甲看来不会掉。为什么头上都一直这样 ？GRE， 哦，我传送你了，我把你传过来了。应该是类似指令吧？是不是有讲？他有讲那个同意的指令，有。来了吗？我被你炸飞了 ，RPG。RPG， 现在火焰帮得到玩家喽。火焰吗？等我们有点装备再来测试好不好？我们先找一个房间躲起来，然后再给你东西。欸，好暗哦、喔，好暗哦、喔，这边可以躲吧？来一发，你过来一下，过来过来。RPG 杀人事件。
RPG 杀人事件。好，那个交易来交易。好，交易。我塞得下吗？欸，我塞得下欸。咦，东西太多。东西太多，有什么 RPG 可以杀玩家？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。RPG， 要不要 P90 也可以吧？不行啊！话说我们，刚刚我打你就没扣血了。真的吗？刚刚有用枪打我。我刚刚枪打你。拿小刀弄你一下，你不要动了。好啊，戳我啊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你看。真的？为啥？就 RPG 可以杀玩家。散弹枪也，散弹枪没伤害。RPG 有伤害，感觉好帅啊！欸，该不会有玩家会这样吃鳄鱼杀人？僵尸在外面呢、欸，他们疯了似的想要进来。僵尸，真的、哦，三枪给他们一发，痛快！耶、yeah ！哦，三枪很烂，不过刚刚真的很闹啊 ！RPG 嘣就挂掉了。啊！我们赚到九，我们赚到一 N 的呢。对啊。那我差一点就一 N 了。我想说，我来回来看看有没有一 N。噔噔，刷新，噔刷新。而且仓库变两倍是有点开心啊，但是被刷新有点难受。就是吉他。现在吉他是大垃圾之一。你要拿我的吉他。我被中毒了，我被中毒了。中毒绷带啊，绷带，绷带。你不要，你不要跟我一起开箱啦、啊、我箱子有绷带，你拿来，箱子里有绷带。欸，那边有一个人欸。真的哦？是不是我之前闹的那个人吗？我觉得我很危险，他怎么没看到？啊！可恶！可恶什么 ？PG？ 什么 ？PG 那个射完了，刚刚应该给他一发，刚刚应该给他来一发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 ？RPG 啊！你干嘛给他来一发？他已经不卖萝卜了，他只装都没有看到而已。我想说，是不是该给他来一发之类的？不用啦，不用那么记仇吧。他又现在既不卖萝卜，也没有在那边雇树木，应该没有吧？他卖树木也不关我们事啊，我只是被他买了200万萝卜积存在心。2000块啊，可是不知道有没有。那个 Holy Shit 还是给人家卖4亿耶。那个 Holy Shit， 他现在卖4亿的胡萝卜。是4亿吧？我看一下。管他了啦。没有啦，个十百千万十万40万，果然看到他还是伤害发火箭炮吧。好，我决定只要看到他就伤害发火箭炮。你要不要等强一点再闪他一发火箭炮？我是无所谓啦，反正我又不会被他骗。我要卖垃圾了，哇，改版了！那假的，连那边都改版的哦。有锅子哎，对啊，商店。我总觉得很好笑吧？现在是往好笑的方面改版是不是？你说那个界面吗？你不是说有那个锅子吗？有锅子啊。哎、欸，好多东西哦，真的哎。餐厅刀，这餐厅刀能干嘛？买价，他只买不卖了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平底锅。平底锅。平底锅。有人丢那个有颜色的枪，还是你哦？不是啊，我哪有颜色的枪可以丢啊？在你的面前啊，有一只有颜色的枪。有看到了，捡起来。捡不起来。他几枪啊？看起来是那个 MP5 啊。哎、太刀攻击力剩下9哎。太刀剩下9，攻击力好少、啊。对啊。那我们要把太刀改版了，这不可学。那现在攻击最强近战武器还是太刀啊？就九，九是最强的喽。所以现在近战变垃圾的是吗？直接把我炸死、欸。什么火箭居然是买不到东西，只能卖？火箭吗？对啊 ，PG 的弹药只能卖，不能买。不能买哦。仓库变两倍大，是有点开心啊。可是东西都没了，一切重来。对啊，连我身上装备跟我们的EM都没了，我们加特林也没了。哦，加特林，